我也觉得自己超棒。轻轻的，轻轻，静静闭着眼睛。全明星张家生稳出跨栏 CP， 同尊帮红队弹进乌龙球，背脊一阵凉。我们就是打得越简单，然后侵略性，侵略。不要笑啊！给对方的侵略，轻轻。轻轻的，轻轻。紧闭着眼睛。真CP！电台巴士发车了，现在被扎的复制辉煌。Zing 明明也跟卓卓说，笑爆才可以。居然呢，蛮喜欢Zing的啊。我也觉得Zing超棒。Zing。那个渣男呐！全明星黄队最后一场例行赛被红队赏了光头，在无人区足球、皮克球、男子三对三篮球接连失利。庾澄庆则是拿下 MVP， 三度放风筝。每一队都至少有一个女生在场上，但进不到。我的背脊一阵凉。好像是不是这个球是打到了彭尊身体才弹进去的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球在记录上面要记一个乌龙球啊 ，OG。各位，这可是一个运动。彭尊，你紧张完了没？你很紧张，你也是。还好，哥哥。国哥这场球不给彭尊了，反而给了敖卷 surprise。突然被指派上场的权哥球来就射，迎来高光。敖卷。选这一季外线应该是他在全明星运动会的高光时刻了，剩下两分钟，哎呦，第一个箭步就踩进去，刷冠了。啊！这球应该是要射后进了，后进了，真的哇，太夸张了，有人成为了海报背景了。这个时候，红队需要一个外线。两边都还挡拆，两边又拆开。这个站住我有点看不懂。庾澄庆，这也许是个西迪战术。现在球命就平手，剩下20秒。庾澄庆的罚球前面没有罚进，再次罚进了。庾澄庆十分。对，庾澄庆得分上双，这十分通过他拿的啦。硬往禁区挤，造成了庾澄庆的犯规。这一球罚进，平手了，剩下12秒。Shot clock 以及 Game clock 差不多，要拖到最后吗？这一球上篮没过，黄队剩下3秒，传球上篮失误，比赛结束。其实这礼拜我。很认真练匹克球，本来想说国哥算了啦，后来觉得说不行，我要证明这个年纪的自己。而且你们也故意在不熟我吧？真的看不起我。放我一个人生活，大空档，抱歉。傻眼啊！